一边，好逼哦，五拍。哇，怎么敢秀啊？哇，厉害了！今天要选他的是20个宅男，对，所以他这种命中率会偏高，那么好好加油，好吧？来来，旁边休息一下，谢谢财神女神，高挑的来了一个了哦，第四位，欢迎甜甜，欢迎。梦幻来走台步，耶耶耶！好像刚睡醒的头发哦。哇，甜甜很甜，可是却不会麻将哦。哎呦，不会麻将。哎，甜甜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对麻将一窍不通啊？啊？完全不会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完全不会打？那你怎么来？看不懂，你要跟大家对搓的呢。你是不是今天来的时候？你是不是跑错棚了？对，你有宿醉是吧？你是不是要录新闻节目在隔壁？而且你是不是骑摩托车来没戴安全帽啊？头发有点凌乱。对呀，对啊，被吹晕了是不是 ？OK， 好好，西门町的，但是哦，不会代言也可以啦。就说他只是代言嘛。对啊，不一定会错。那曾经的这个西门町怪叔叔杀手，捷运口30分钟被搭讪15次。该不会都同一个怪叔叔吧？一直在原地绕圈圈，一直要电话，凌晨很广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有那种感觉，就高中生未成年，那也有那种阿公，然后也有那种就是中年男子，都有。听起来好像是一家人，有没有？对。然后爷爷大声哎，孙子你去，阿公你好烦哎，穿着比基尼去上夜店哦，好辣哦！那一次穿过去，结果是一个潮流的 party， 然后大家跑趴，很跑错趴，对对对，这个要小心哎！你等于参加人家的婚礼，然后自己披麻戴孝了。对了，对呀，是放在中午吗？各位才艺表演，他有超夯电玩广告模仿，有没有啊？纳豆那一个是吧？对，哦，纳豆，你模仿纳豆。冯元珍、瑶瑶，这个都可以来一下，来来模仿一下，模仿一下。纳豆吗？纳豆的啊，哎，要声音啊，拿它。他每天一边 action， 他每天回来都打我，你看牙齿都被打断了，他一不高兴就拿火烧我尾巴。你自己是不是很没信心啊？其实我们都替你汗颜。其实他身高模仿蛮像的啦，身高蛮像的。不是他整个很慌，一直在往后退。差很多，好不好？他每天都打我，一不高兴都打我的尾巴。你看他又回来了。那你在丢？谁？你看他整个看起来。好了，我示范你来。好了，冯元珍，冯元珍，冯元珍比较像。麦克风给他。Ready action。天天陪你搓，这还蛮可爱的啦。啊，不错，我好喜欢你的模仿。好啦，这是我们4号啦。谢谢。接下来是第5位欢迎我们的 Jamie。欢迎，欢迎 Jamie， 24岁。哇哦，哇哟，熟女哦。哇，你看那个身材。好我要。麻将高手现哥，我还全凭感应。Nono 是知道我是。我猜，我猜，我猜猜猜。接下来是第5位欢迎我们的 Jamie。欢迎，欢迎 Jamie， 24岁。哇哦，哇哟，熟女哦。哇，你看那个身材。瘦什么料都有，对呀。哎，身材好好哦。哎，肩好小哦。是是是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 Jamie， 宪哥好。Jamie 你好啊。好。哎呦，外号胶伯，爱打到连3餐都在牌桌上解决，边吃边打牌。对啊，就这么想要打，就非常热爱，狂爱打牌。就早上起来就吃早餐的时候就在牌桌上，中午也是吩咐人家买回来，晚上也是。
连宵夜也是，就是爱赢钱还是爱打牌？爱赌的感觉，爱赌的。那有准备那个便桶在旁边吗？用手摸就能摸出牌。哦，那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好啊，可以摸来赌一下，要不要？哎呦，哎呦，看宪哥来跟我们的 Jamie 比。哇，这个是真的要练过了，不能丢脸哦。我要是输给他的话，我小狗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试试看啦，六条，哇，好厉害啊，好厉害啊，这么厉害啊，二八，哇，七万，都是哎，六比，哇，这样啊，三比。请问一下，你可以喊完再翻吗？对啊，我喊完再翻，翻完再喊。这样学不会啊，我真的在摸了，现在七饼。哎，三条，三条很好摸，三条，再来再来。这一次我绝不会再错了，真的，七饼。好，NONO 是知道我是摸，我连滑都摸得出来，很厉害，对对对，一二三四。可是你刚刚有真的在摸吗？梅兰竹菊，你刚刚有真的在摸？不需要，我可以靠重量也可以知道。怎么可能？那这是真的很厉害。为什么？你看白皮最重嘛，九饼最轻啊。那你先称一下这。因为白皮它没有磕掉嘛，所以最重。哦，对对。九饼它挖九个洞，你说轻不轻？哇，你好细微哦，这我都称得出来。这是什么？大家不要，大家不要打扰宪哥，他现在正在。这不是白皮，也不是酒饼，那是什么？所以摸不出来。不行，该你，该你，该你。好，先试一张啊。好，七手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这么厉害，嗯，来一万，一万，哎呦。哎，对了，我们拿给你，这样子比较有公正性。这个九万，九万，对，真的耶，真的啊，这个要用这一边呢，这个五万。刘宪哥真的会耶，二条专长项目，哇，厉害哦！各位，这个难度就高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没有看到，真的吗？各位注意哦，一花，哎呦，花你都摸得出来。这如果是一花的话，真的是大的导播吓得都台上跳下来。真的吗？一花，没有那么冲动。注意，请看，九万，好厉害！知道这么久的雄鸡，结果是错的。不要这样，哎呀。找一只一花让他再次证明，不要赌博。找个一花让宪哥补镜头啊，快点啦，这样才不会丢脸。好啦，这个啦，换一下，补一下镜头，请给我尊严，用我的手。好，对，补一个镜头。什么什么什么四花？真的吗？哇，真的！宪哥你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宪哥，你居然这样子活在谎言中吗？我开心，好，满满推出去了。开心，是是是是。哦，连外国的同学都跟你学麻将啊？对，因为我们班上在大学时期有交换学生，然后他们一起来 BBQ 的时候，就逼他们坐在麻将桌跟我们一起打麻将。有没有爱上？有一点点。有外国人呢，我还逼他们念很标准的吃跟碰，一定要讲吃和碰。哦，对，我还有意大利朋友抛出来吓一跳，披萨。对呀，两饼九万 90,000，慢慢，那还可以学英文，对呀对呀，真的。好，来五位一起到我们前面来啊！现在马上就要来票选，那到底他们20位线上的游戏玩家，他们心目当中最想要跟他打麻将的牌搭子是哪一位呢？先走个台步之后，马上就要选了。一号 ，Let's go！ 一号是我们的小百，23岁，163公分，43公斤。线上游戏的代言人呢？哇哦！非常甜美的莎莎，24岁，155公分，40公斤。哎呦，再来是我们的三号。三号蝴蝶鱼，素有宅宅女神之称，22岁，163公分，47公斤。欢迎四号。四号甜甜，19岁，160公分，45公斤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五号来了，耶！五号是我们的 Jamie， 24岁，163公分，45公斤，很会打麻将哦，搓麻将搓。再来是我们五位一起为他走个台步 ，Let's go！ 耶！